家族先选 cos 啊。哎，七龙珠，咱西游记行吧？西游记好啊。咱们办哪个？我们选西游记。西游记，嗯，我想选那个剪刀手，爱德华。那我们就魔法呗。好，正好国外魔法对中国魔法，对中国魔法，对，正好。我们现在就请大家去换装了啊。好。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午餐时间见，你们的金币跟午餐也息息相关。来，有小宋拿 vivo X 六十啊，给大家拍个照。牛魔王，是我爹啊，爹爹，我怎么生出这么个怪物？哎呀，孙悟空来了！我的妈呀，天兵天将！哇塞，赫敏 ！Hi, Expecto Patronum。谁来了 ？Harry Potter。哟，你妈呀，看这是谁？看这是谁？哇！呜呼呼呼！好吓人，这个厉害。啊！何方妖怪？哎呦我的妈！好吓人啊！你别说，还挺像的。好可怕！还真得以后化这妆，比自己本人好看多了。哇！哇！哎呦哎呦哥哥，你是什么妖怪？哎呦天哪，这跟脸太不符了。你是跟脸太符了。哎妈，这好看，人这好看。哎呀，漂亮漂亮。我们是来衬托他的吗？所以你说不管办什么，这底子咱得必须得好。别笑。不像了，哎，贾玲姐是啥呀？在电梯里，那能出来吗？卡那儿了。哇哦，哇哦，哎呀妈呀，这好看呢、啊，这个。哇哦，腾哥，好认真啊，大家都。咱不说别的，就说腾哥说敬业这一块儿。要说人家为啥能200亿呀、啊？好，恭喜大家，请大家现在众神归位啊！来，我们那个今天的游戏主要是《王牌家族》，体会一下《青春环游记》的一个游戏啊！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个个非常美味丰盛的大餐。来，我们现在有请高级烹饪师董大飞大厨，给大家看第一道菜啊！哇，这是我们第一道菜，西南牛排。牛排爹，直接吃了，一来就吃牛排。我不吃牛，撤下去。那我们从王牌家族开始，我们每个家族其实是五位，也就是说，玲姐在春游家族答的时候，也需要到那边。啊，玲姐，你要不坐中间点？哎呦，我这个抢手哦。瞧把你给美的。我们接下来每队有十组图片。猜人名都答对了，你们就可以吃到这个牛排了。有一个人答错了，就吃不到这个牛排了。哦。第一道菜啊，腾哥开始，3秒，准备，3、2、1，周杰伦，哎呦，答对，3、2、1，宋鹏，答对，3、2、1，答对，3、2、1，答对，三，我答一，吴君如，吴君如，妈呀，这是个男的吗？王一博。你完了！我看不清，这个错的有点太离谱了哈。实话实说，一博这张好像美颜有点重啊。把他们的雪花牛肉就先撤了呗。撤了。结束了。只有一次机会啊！来到春游家族，到你们了。不是，等会儿啊，我说一下，有一个其实不太公平的，我们这边多一个人呢，小宋。你过来呀、啊！忘了。哦，我还要在这边再打。那抱歉了，各位，你们也吃不上。干嘛呢？来这儿吃，来这儿吃，来这儿吃啊！来这儿吃啊！哦，我能吃。对啊。哥，那抱歉了。想啥呢？过来。
要么说呀，不用筷子，待会儿是刀叉。青春环游记这种真人秀节目吧，它触感情就是触得好。是是。来，强强准备，3、2、1，答对。3、2、1，胡可。下一张不用翻，是吉娜。不用翻，翻都不要翻。要不是我告诉你不公平了。来，下一张。准备3、2、1，零人演吧，这不是？答对。你看，这跟吉娜差不多了。这心里一样的分量。对对对对，一样。杨迪，三，刘亦菲，答对。这你也看出来了。玲姐，3、2、1，答对。3、2、1，这吃的不要命了，是不是？倒。哥，咱们得公正一点，而且刚才输也不输在我这儿啊。小宋，你不能骂我呀。反正王一博说成吴君如的，说这。好，准备啊，王迪，准备。3、2，就王菲。答对。3、2、1，关晓彤。3、2、1，郭麒麟。来，程程。3、2、1，张伟。张伟。谁说张伟？张伟。大张伟，小张伟。张飞姐。你不是包场了吗？包场了。张飞姐，哇，这咱们冯飞飞的那个张伟，张伟怎么就过不了呢？山顶洞人也没有那么吃字儿的。不是。这个我能作证，张伟以前确实叫张蕊，是不是？他说的是张伟。张伟。所以两队都没有吃上哈，我们把牛排拿到给我们吃。啊！你真吃了你们？怎么样，牛肉好吃吗？太好吃了，雪花牛肉没了。来，我们看下一道菜，有请董大飞大厨。这是松鼠桂鱼啊，也是杭州的名菜啊。采用我们钱塘江的野生桂鱼制作而成的。野生桂鱼，这个题是这样的，抢答的最多的对胜利的。贾玲不答，我不答呀。贾玲，这时候你来选择，你帮助哪一队？你帮谁呀、啊？晨晨，开，晨晨说说话呀、啊，姐。帮谁？哎呀，特别是透过腾哥这张脸看晨晨，我又格外的帅。我那什么吧，你定哥。帮他们。帮他们。霍霍他们去呗，行。我们就不答，你就抢答抢错了就完了。哎，对，这是个好招。行，这招高啊。腾哥你去吧。哎呦，腾哥什么节目都接呀？说的像没来过似的。呀！马上调视频，来没来过？王总好。录的可欢了那天。准备啊，举手抢答。井冈山。刘欢。这是我吗？咋那么瘦呢？杨迪答对啊，1分啊。3、2、1，耶，腾哥。这是谁啊？李晴吗？不是，他抢答三二一。说脱口秀。脱口秀那个。李月琴，李月琴，李月琴，李月琴。是小宋先答对的哈。三，巩俐，谁？巩俐，你举那么快？你看他的坐姿，他完全只看《王牌家族》。对，我虽然身为《王牌家族》的人，我都有点不爽了。对，太气愤了。那三二一之后举手哈。三二一，看一眼眼睛，你眼睛看我们。三二，哎呀妈呀！钟汉良，答对。你上那边答题去了？哥，你等我的，你等我的。脱口而出吧，看谁嘴先说话。嗯，那你就看这几张碎嘴子吧。3、2、1，姜子牙，就是。沈腾哥，你喊的是章子怡啊？你不拉倒吧？前面，你们北京话，张伟，我这章子怡不行。这不是章。3、2、1，张伟。
日本，胡哥，那个陈哥，胡哥，这下胡哥，你说日本，胡哥，咱先说啊，腾哥这种答题方式算不算赢，好不好？要算赢的话，我们五个可就不客气了。各地方言涌现啊！你今天你就别回来了，下一期我不知道。哥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站那儿，我感觉自己特别的别扭，我别扭吗？太难受了。最后一题啊，三二一。飞雅，玲姐，你答对了，这算谁分？当然算这边了。坐我椅子上了，算谁分？你说说。是吗，哥？好了，恭喜春游家族。耶！过来吃鱼啦。我确实是个两面派，我给大家分一下啊！不用不用不用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滚去！哎呀，快快快点！哎呀，你看你们抢回来一个小青鱼了，没有了。王牌家族不能吃啊！回来了，这儿这儿这儿。哎呀，明姐，你把什么给？别问我是谁，就拿了个鱼头泡饼呢。真是的，哎呀，快吃吧。你从哪儿吃啊，哥？你们正长身体的时候，快吃。给你分呀，一人一点点。这没肉啊？嗯，这从哪儿下口啊？鱼头就是塑料味儿的。帅哥，你看你臂还在吗？这儿，啥也没有。在这儿呢。全呢？小童拿走了。啥主啊？咱仨这站前面。出场的太快，太飞速了。导演，导演，你先等会儿吧。咋的？钱都丢了，都现在这节目上的。小童，把三个拿回来，罚款两个，还钱。不是，你以为节目里当儿子，以后生活中还真能继承啊？也是排不上。没吃饱我们还可以卖哈，这个中餐是3块钱一份，西餐是5块钱一份。我要中餐3块钱的。小童，你那3块是哪来的？是嘉义老师请我吃了一顿中餐，非常的谢谢。我也想要一顿中餐。可以，拿钱。啥呀？弟，我也想吃。我要两份。哇，真是阔气啊，真是大款。来上中餐吧。哇，谢谢。恭喜春游家族啊，获得32枚金币，你们来分这个。我们今天就各凭本事，我们也不商量评不评分、独不独占了，行不？行，有什么事呢？好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恭喜沙哥一个人获得所有金币。哇，好。我没有，我现在一热都没有。可以了，给点。爹。来，王牌家族24枚金币。我们平分吧。平分。来吧。我帮腾哥举，你可别，我就防你。得给腾哥，得给腾哥。你别耍赖啊。我都不动，他们最后全是独占。三二一，开亮！猜到了，不是评分吗？绝对是视差的问题。我在这儿看到的都是这样的，我在这儿，太苍白了。这意思咋这么耗财呢？